色也绑一绑一张 TV 成员的手绘签名单，然后绑印比较特别，就是可以执行图案。第三个抽奖就是今天只要五上海报就有机会获得。你继续。我们现在在健身房，准备开播了，准备要开播了。大家因为我等一下就是直接会跟那个那边的手机直播，所以我这个不会有，不会理你们，就是我姐姐会帮我拿着手机，但是我没有不会理你们 ，OK 吗？我不会理你们的。他说他们今天有装广角，所以如果要跟观众讲话，至少要走到这条，走到这一条，不然你要是在这的话，你看见怎么样？啊，可以可以。对，大家清楚了吗？我不会理你们哦。啊，你先开始。对，我已经开始。开始。我在外面那边演下去，看不到。晚上好，大家等一下就直接锁定我们 Long Life 的官方直播平台 ，OK 吗？没问题吧？我头发看起来好炸，我现在在 Rego， 对。等一下 Long Life 直播开始之后，我就把手机给姐姐了，我就看吧。姐姐，你可以回一下他们的留言。Okay. 懂不懂啊？问你们话，懂不懂啊 ？OK， 好的，谢谢松阳的回答。好的，谢谢。Larry， 谁是 Larry？Who's Larry？能听到我讲话吧？我不知道你们听不听得到，反正我听不太到。默默说不会。大家知道他是谁吗？我不是故意的，但是因为我真的不会看到你们的留言，我是提早开播，就是为了跟你们说这一句话。提早开，谢谢流浪人，大家去，你头发怎么炸开了？就是从这边看其实是很正常，因为现在是光是从背后打，所以看起来会有点不正常。对，我想要柏林现在穿的衣服，他现在穿的衣服是他的生日 T， 大家可以预购一下。他说想要。大家可以预购一下柏林的圣诞 T 哦。又见面了，我的女神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梦纯。提早太多了吧？没有吧？还好吧？提早个10-20分钟。谢谢。
等一下留下人，没有，就是我有点乱绑的状态，你知道吗？乱绑，但乱绑的状态就不太那个。今天好漂亮，每天都好漂亮，好不好？你知道这边是几号？这个是到几号？不能怎么算？谢谢松阳的香槟，谢谢博维的 super， 谢谢松阳的香槟六连击，松阳大气，谢谢松阳，谢谢松阳的香槟，谢谢。松阳，为什么我以前没看过你？还是你改名？我不知道。阿正来了。叫柏林来，他就这么走了，笑了，家人笑了，继续健身。能送一个加一个动作，哈？不要，没关系的，好吧。嗨，卤肉饭，他在忙，稍等他一下。谢谢比鲁姆的香槟，谢谢比鲁姆，粉色的很漂亮哟，很对我的胃口哟，谢谢比鲁姆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啊，你在那么辛苦都要呼吁粉丝偶像海报慢慢走，确实要好好，这里对，但是我在。等一下你们就退出我直播间吧，好吗？因为我怕你们听不到我的声音，知道吗？我怕你们听不到我的声音。谢谢松阳的香槟，谢谢。5分钟。跳法，大家教的都不一样。谢谢。以前他跟你老师叫我们跳过吗？对啊，可是我跳他个什么版本，然后跟老师叫的不一样。哎，等一下，是不是没有什么他们可以指定动作的那个部分？记得有抽那个吧，就是有抽两个指定动作。对啊，我说指定运动没有这个。今天好像没有。今天你们拿我们没辙，没办法，就把你们没有，叫没有这种部分。可是今天好康很多，所以可以。对，今天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今天送的东西很多，真的，就是不是会员点数这些，就是蛮好的东西。对，没错，准备开始了。就是说，一个爽的动作，不会再有什么人指定我了，对不对？相信你们不会的。我要加这个。就是，我是外人。好。这么锁紧点，相当于。但他如果这样，橡皮能要拿呀？你要他怎么样都可以啊，可是你要他拿。等一下再拿，我先放着。对啊，晚上好，大家。你好。好啦，那你们开场在那边。好。再往前一点，再往前。四号，四号，对，好像不知道。那我们等下后面要做到。晚上好。
运动往后走，要转空气的时候往后走。这两个人是在干嘛？不要猜到了，应该是啊。好，准备八点喽，来准备哦。晚安，开播。来准备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。没有，他们今天没有带脚架，等下就要拿在手上。的时候应该比较清楚，大家听不清楚，可以到让你动起来的官方账号听。目前我们所在的地方是托比
建东林捷运站非常的近。那入场方式，只要下载我们的 APP， 封闭，那被阻止，它也可以被订阅。好 ，OK， 那欢迎大家来找我们。好，那我再试一遍哦。OK， 然后我们还要宣传今天第一场抽奖。可以看得到马甲线，那大概像这些，你看比较好的，那有明显的腹肌，大概有十个，所以再努力一点，可以看到一些腹肌。大家再努力一点，对，超起来再努力。有一些陌生就是。在哪里找不到？其实现在应该在 Long App 首页应该就看得到了，或者大家可以直接搜寻“浪里动起来”，应该也可以找到。今天其实最主要，我们七夕一开始本身的动作会跟核心相关。今天最主要是希望打造一个完美然后令人呈现的核心。好，那所以我们的训练的本身动作呢，也跟核心相关。先看教练示范一下，对，等一下点开就会有。放手。然后这个第一个动作，我们会先做一个平板的放手。那在做放手的时候，手肘撑地，尽量让你的拳头跟手肘这个地方直立直线，然后膝盖先点地之后，慢慢的让你的膝盖离开地面，先这样子撑起来。那在动作过程当中，我们的肩膀要跟上，都还是要点地，那肚子呢保持用力的感觉。还有很重要的，我们的臀部也要用点力量，好不好？所以其实一开始我们做放式的时候，除了训练到我们的核心肌群，基本上全身上下的大肌群都有在处理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那先帮我踩位置，然后双手放在前面，这样子。好，那叫七夕情人节特别版放式，好不好？来，手肘先跟你的肩膀呈平行，等一下哦，让我们的膝盖先点地，肩膀撑起来之后，就用你的膝盖下一点，对，在这里哦。好，来，那我们臀部再低一点，摸我这个眼的，然后多余的腰上来一点点。好，来，接下来帮我把你的右手，好，来，那我示范一次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的右手往前延伸，好，然后回来，然后换左手往前延伸。再回来，好，我们会变成从四点支撑变为三点支撑，好，来开始往前，对，好，回来，然后左手，对，那个带你的腰再下来一点，很好，好，来再一次右手往前，对，好，右手回来，然后左手往前，对，左手回来，好，来我们连续五个，好，来开始。那其实这个动作在操作的时候，我们的腰头还是要保持松下，尽量减少太多的旋转，然后尽量减少太多的旋转。好，来五下完之后休息一下。好，来。所以你以后的暖身可不可以像男生一点？这个男生会有这个，是暖身吧？顾名思义，就是要马上让你的身体暖和起来，所以有点像。来，我们先问一下特别来宾，今天刚刚那个动作哪边有训练到比较多？他看起来根本没有暖身到吧？怪教练的。他们都是腰不错的。
出入是核心没有在用力，好，那我们想接到我们下背腰部的力量。那没关系，代言帮我示范一次放松。好，那我们稍微调整一下他的动作。来，你在这个位置操作的时候，你帮我把臀部有点向下弓紧。对，对，然后放手，放手，好，这样子好一些些。那其实有发现，他其实从你的尾椎到上背到，他还可以再起速度啊。那如果错过的话，其实这个地方超难。这样我们就要比，我们要让你的速度这地方往上比一点。对，这样就是一个还蛮理想的方式。好，其实这样大概撑个三十秒就会蛮累。好，OK， 休息一下，很好。我给他们做努力，示范的很好，示范的很好。好，那像刚刚呢，最主要是往前。等一下，我们换侧面的核心肌群，除了前侧之外，还有侧面。好，来，大家一样，我示范一次。等一下呢，先帮我成这样子，右脚在前，左脚在后，然后左手在地板。今天有反过来超过教练，右手这样子抬起来，只有我们的侧面的核心稍微出力，把身体这样带上去。OK， 尽量让你的右手往上延伸，好，做一个侧面的方式。主要是训练到我们靠近地板那一侧的 OK 哦，好嘞，那我们先成预备姿势，我们头朝这边，右手伸，然后左手往上延伸，最后感受到。对，左手握拳，然后左脚在前。对，好，来侧腹出力，然后把我们臀部带离开地板。后面两只脚都打直，左边的腹部再高一点。然后可以的话再高一点。对，尽量让你的跟刚刚一样，头上背到腿的位置你还是保持这个下肢状。对，好，开始已经有人在抖了，目标再高一点。好，我们最后再停三秒。半边，其实刚刚这一组做下来，有被调整过了带椅动作比较稳定，开始掌握到腹肌用力了，我们马上半边。好，那另外两位，因为昨天有特训过，今天有点抖，正常。来，换左边，好来，一样、哦。那可以的话呢，我们的右手就往上延伸，从你的右手到左手，它应该要成一直线。OK， 来开始。身体撑起来，从我们的头上背到你的脚，这边都是直的，身体不要旋转，保持朝前的。好，好，这样不错，越来越标准。最后三秒吗？还没。最后，刚开始就在最后三秒。最后三秒。三二，好吗？好，来五四三二一，好，就是这样，很好。好，这一次问一下默默，刚刚哪边用比较多力？侧腹很好，就是这个地方没错。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训练核心，除了训练正面之外，侧面也要练。OK， 那等一下还有右侧的部分要再练。对，就是其实一般来讲，像我们在做练习一些像背杠的伸歌啊，或是定举，啊，其实都会用到我们前后左右的。不是只有大家常见的卷腹而已，没有。其实我们在练核心的时候，应该是360度的训练，好不好？好，来啊，三位，等一下帮我穿鞋。然后再往左边下来。好，所以不是躺在地板的动作。哦，不是。是要躺在地板就。指定教练坐在一起，
欸，可以吗？就是两个主播改成教练应该行，他们愿意的话。他写了，我上台报。40秒啊！哦，你准备要做哪块40秒？第一次动作三小时，没有指定主播，做过的瑜伽垫跟我们一起做，吸气的方式吧。没错。那转度的挺难。今天放一秒一秒约好，应该会比较好。这是第一个主播品牌 logo 的瑜伽垫。非常有质感，收纳方便，它收纳很方便，直接折。它不是那种卷的，就带起来其实还不错。随时随地可以放置。搭捷运就可以带在身上。搭捷运可以放置。随时铺在地板。对。对，等下出车子来报。但我们刚刚，对，搞起来，搞起来。九种。已经有人动这样了，已经可以看。好，看一下。哦，流浪人，恭喜恭喜你，流浪人中。恭喜你，恭喜！哎，你拿这个要运动，拿来要用，要用。那你拿去私讯你的小编吗？那请你去私讯让你动起来账号哦。恭喜！一些资料可以获得。可以让你动蛋糕，你想放什么都随便。对，可以放随便你放。那来这边应该可以听到。对，绑成二可以获得 TP 手绘签名版，然后要记住，绑印可以自定画的图画，全画的图像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会再开始的。好，我们非常感谢 V 拉 S 赞助，所以我们今天还会再送出一个礼物，那就是只要送红上海报的话，就会抽一罐送 V 拉 S BTS Dynamite 系列旅行包。我真的好会画呀！我会开启十分钟。来，大家开启十分钟，跟刚刚的抽奖一样，跟大家一样，那海报刷起来，酷哎，旅行包，大家可以来好好期待，就是健身之类的。好，那我们开始下一个运动啦。OK， 好，来，那像刚刚我们提到的，训练的时候呢，会训练到蛮多的心肌，所以你等一下呢，就会练到比较后侧，你的上背还有大腿的后面还有臀部的部分，然后一直练到。那先帮我面对前面，然后手呢，帮我放在这个地方。四只手指头插在这里，这样子。从这边有块骨头，两块骨头，然后那我们把它呢，两只脚先跟我回蹲，女性同宽的站距，对，女性同宽的站距，我有点害怕，再站窄一点，对，大概女性同宽的站距之后呢，把我们的髋关节这个位置，慢慢的往后推，脚是回蹲的，身体跟着往前倾。有点像是鞠躬的感觉，然后把这里往后。那这个过程呢，你的膝盖跟脚还要是保持垂直的感觉。哪边会伸展到髋关节？大腿后面。我们刚刚所讲的后侧的肌群会稍微出现力量。那你会觉得好像有点下不去，那代表说身体要稍微往前倾一点点，你的上半身就会下去。好嘞，我们来调整一下动作。我们手碰的地方，慢慢的往后推，很好。这里往后推，身体往前倾，到底后面有没有做到力量？有一点，开始用，好，可以再打深一点。那上半身呢，还有核心用力的感觉。刚刚我们练习放式有点接近，好，你应该要保持你的背、身体稍微直一点点。好，来推回来，站直，来再一次，好，我们再一次。刚刚已经在那个了。好，其实这个动作练习就有点。好，来，我们再一次，膝盖保持回弯的情况下，屁股往后推，身体往前倾。很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臀腿应该会有点拉伸的感觉。那个 Momo 跟戴宇，你们的背要再挺直一点，好，保持有点挺胸的感觉，怎么也是很好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来站直，对，那感觉臀腿用力好不好？大家感觉一下是大腿后面还有臀部的力量。来，再一次哦。屁股后推，身体前倾，膝盖回弯。来，我们连续做五下。来，推，站直。推，好，来，最后来十个。那起下会痛吗？对，稍微展开，有点太轻。好，来，膝盖这个地方固定住。好，屁股后推，身体前倾。对，后大腿的力量多一点点。很好，好，来，最后两下，这个地方固定住，身体往前趴。对。
站起来。教练，这叫什么动作啊？这个叫做罗马尼亚硬举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呢会练习罗马尼亚。罗马尼亚就是一个地区，那这个动作是那边的，所以像有些重训动作，我们随便举，像北欧，罗马尼亚。训练动作前面都会有一个地名，所以假设呢，今天梦辰发明的动作就可以叫梦辰弯举，对，梦辰硬举之类的啊，是有这个概念。梦辰硬举。等一下呢，送各位一个壶铃。我要壶铃来喽，壶铃。来，这个你能用，稍微距离要远一点，不要站太近。来，那先帮我把壶铃拿起来。被打直的情况，教练对不起。好，先拿起来，靠近哪里？好，先把它拿起来。好，站直之后，壶铃呢，先放在你大腿的前面。等一下呢，就保持刚刚的姿势，尽量维持好。好，您的手呢，就是维持在你的身体前方。那脚呢，就是保持一点弹性哦，慢慢的往后推，身体跟着往前送。壶铃往下撞，背要挺直，有点挺胸的感觉，可以站直。但你突然进步了。你有拿重量的做得比较好，不错不错，好，继续来开始。好，开始有重量，其实会让你的身体找到那个平衡。好，那其实动作过程，你要想壶铃的地方会往下掉，对，壶铃的地方往下。好，来开始，身体往前倾。来，还不错哦，可以站直。它主要是训练到你的大腿后面。好，来，再次，可以。它其实大部分的人久坐啊，或者是站太久，或大腿太紧绷，都要该训练一下这个。来，可以站直。它对于我们训练核心，还有我们的大腿后面都很有用。好，来再来。看起来是蛮轻松的。OK， 身体前倾。好，来突，用力站直。我们现在给的重量是六公斤。来，满身合力的。好，今天有帮你们准备八公斤的。我可以举他140公斤，骗人，骗人，要看照片加上去给你们看，不要看，现场要看。好，来预备，然后再来哦，来一样，你往后推，身体往前倾，好，站直。那下来的时候，我们吸气，站起来的时候吐气，最后两，下去吸气，上来。再下去。好 ，OK， 来，我们放地板休息一下。来，换教练，100，100。OK， 默默这一次应该会摔吗？会，不会吗？就我们前两天的特训，动作越来越标准。这里根本没有100多公斤的壶铃啊。真是。真的假的？这个也可以冲。我们壶铃最重这边是20，那你壶铃这边20，算十个，我手上还不好看教练举。送20公斤，好漂亮。送20。肌肉应该提升。好，来，那刚刚练完，应该觉得大腿后侧还蛮有感觉，还有臀部的部分。那其实最主要这个动作呢，训练到还蛮多我们的核心。这里不行哦。我要抽奖，要到让你动起来的官方账号，可以从右上角点进去，然后右脚在前，左脚在后，那左脚的脚尖踮起来，这个动作叫做单脚的硬举，那跟刚刚的动作有点接近，但它是进阶的版本。然后我们把壶铃拿在你的右侧，然后两只脚稍微回蹲之后，屁股一样往后推，身体往前倾。这个在干嘛？在干嘛？在干嘛？你的大腿的后侧跟臀部，刚刚拉伸的感觉会更明显。然后，对，然后再次。好，那动作过程还是要要保持脊椎中立。在装啊，在装。所谓脊椎中立就是你的背要保持正直。好，OK，再次。教练，你走。
还是其实想看的是教练，教练是不是？手碰到这个地方，他都应该要平，然后再往后推身体的支持，然后气暂时推把身体回来，把腿收回去，然后回来再次，来给他们先回去，再次，你这边都是绷紧，然后是方式跟他们讲。下来的时候吸气，然后上来是用力嘛，那我们上来用力的时候呼气。OK， 好，然后背都直喽，再次鼻后面身体吸气，不会有点吞太多，膝盖跟脚踝在动作过程的时候是不是一次？回到脚踝，看这里，还不错，还是这样。对，身体要有点前倾哦。好，来，我们再一个换边。好，来换边的时候呢，我们左手拿壶铃，那你左脚在前，右脚的脚尖跟脚跟的距离就是这样，大概是平行的站法，这边是平行，右脚脚尖跟脚跟是平行，然后另外一只手一样放在背这个地方，稍微回蹲，哦，屁股后推，身体前倾，是的，对，大家左手往回站直，身体往上延伸，再一次吸气。往后，好，吐气，左脚也可以这样子，啊，这样子，来，把右脚把它设定好，来，来，往后背再打直一点，没事。在动作过程，我们的大脑要想着，背要挺直，然后现在左边大腿的后侧要拉伸，然后呼吸的部分，是香槟金色特别版，老师。上的时候用力站直，起，哎。对，然后大腿会有比较多拉伸的感觉。那边我们不要直接，我们不能出来，控制一下。好，好，运动太认真了，跑得快。还在瑜伽店呢、啊，还在瑜伽店呢、啊。没有，恭喜你，恭喜你。我这边我准备要设最后一个抽奖活动，然后我们想要抽奖的话 ，Q&A 一下，线上问答。线上问答。今天上课太多了。没错。来，我们开放问三个健身问题。三个太少了吧？好，现在先开放三个。教练好帅，所以要多来看教练。我觉得这里的粉丝是教练的粉丝，我们教练很好，很多。像是我们的那个黄沙，教练单身。教练的第一班是哪里？那你星星在那里，我应该也是粉丝，是我们的教练。不是不能吃，只是说他可以选。现在也是到九点哦、喔，九点。就卤味摊，哎，老板那个鱼丸，然后贡丸，豆干，全部辣，大部分都这样点。我吃的是鸡。然后如果乖乖的点例如鸡腿，或者是可能高丽菜，或者比较健康的豆腐，那我觉得，那因为他的，但这一组真的是吃的最健康的一组，必须说。像三位平常非常棒，拍照，那其实。在镜头前面会避免水肿，所以我会希望你们，在吃卤味或者是比较咸的时候可以过水，你就准备一碗热水放在那边，你所有要进到锅里面的东西就过不下去，再送进去。就水煮吗？但它还是保有卤味一点点的那个原汁原味的感觉。卤味？对，它还是有卤味的，除非那家卤味摊它这个用料比较节俭一点。就是每天都吃，其实还好。我那天不是传那个，我吃火锅了。
照片给你们看。其实每天都传健康餐给他，他有一天传了一个火锅给我们看。其实大家要有观念，这两个真的健康餐吃的很认真，必须说。之所以我动了多，我是为了可以吃，没有了。训练到瓶颈。好，这个就牵涉到我们心理的层面。我觉得大部分人遇到瓶颈的，第一个会想说放弃，那其实放弃就很可惜了。像我到现在大概练了快五年，那其实前前后后我有受伤，对，我受伤两个月没练，但是我最后呢还是在那两个月之后，我复健了大概快半年，然后现在又突破了一些，但其实这个极限是稍微需要一点，我还有两个礼拜哦，心理去克服。对，你要去想你当初健身的初衷是为了什么？不是，我是因为车祸，然后我骑得很慢，然后结果还莫名其妙被一台 March 给撞到。那你觉得讲的是？对，我那两个月就。增值减肌啊，他是增肌减脂，我是那时候增脂减脂，有设定吗？所以要克服心理的那个障碍。那其实呢，就想一下你健身的初衷。我当时健身的初衷是想要像美国队长那样，啊，从一个很瘦弱的人变到很重。那时候是看了美国队长，所以我自己觉得应该早点睡觉。我一开始是很瘦，不是我说早点睡觉，他们就会早点睡觉的。其实我觉得像代理如果说我目前来讲都是活动量比较低啊，因为我觉得你的饮食上应该都还蛮忌口，平常应该都有在这个方面下足了功夫，但运动量太少了，因为如果没有来健身房的一周运动量不到一次，那跳完舞就是都会跑去吃一些清淡面啊，或者是吃个两种炸鸡啊，那其实这就不行。好，我建议你还是一周大概运动到三次以上，我一周练到六天，所以之所以我吃火锅不会胖，礼拜天休息，所以我一周练到六天，所以我吃火锅也不会胖。大家有这个观念，我动了多，所以吃可以吃。截图截图。你就什么都吃吗？对，我大概除了就比较甜的食物，我比较不喜欢吃，但是大部分大家喜欢吃的，我偶尔都会吃。大概一个小时多一点，因为我训练的动作比较多，没错，大概一个半小时。这两个一起打游戏到半夜三点，两个一起就是，就不是只有李梦纯一个人，一起好，一起看到了，看到了。没错，所以通常像早上上课，然后下午当了空档稍微练一下，然后晚上再上课，然后再处理一些时间来这边漂亮。教练说的很专业，好，谢谢。我们去年，他们有练过第三个了吗？我去年三月份训练讲价的。哎，两位，讲一下。没错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还有要送一个奖品，就是抽奖，我们就是只要送五份海报，那我们还会抽两位 A 字型动作的签名档，然后三位去。对，三位一起的。三位一起。在干嘛？偷懒哦。然后限时是二十五，对，但是限时二十五，但比较长的时间，大家有没有机会可以累积？今天可以想一下要指定什么动作。大家要指定他。他可以说，那我男朋友抽他。上礼拜抽到我们那个点数的朋友们，我来运动。我们朋友有没有来啊？来美吧。我们来三天，好像都没有遇到。对啊。这一期哦。对，接下来要继续训练的。对，动作还有多久吗？动作还有多久？可以继续训练吗？好，就给他们各自都单独的做一组两组的。OK， 没问题。对，在旁边休息耶，教练这样。稍微不行吧，教练。这个人在休息哦，大家都看到了。那先示范一次哦，这动作比较难哦，所以等一下在操作的时候务必要小心。好，来，我示范一次。那我做侧面的，等一下壶铃帮我放在你身体的前面。这个壶铃大概离你的脚一个脚掌的距离，那脚尖稍微有点外方，这样子，手放前面。这样子，屁股后推，刚刚的动作挺好啦，好啦，没有问题哦，相信他了。抓住壶铃之后，慢慢让它往后，然后屁股推，手跟着带动，手部的位置是跟着你的壶铃往前走。那动作过程跟刚刚我们做那个
向，都是这样子，只是我们是要把乌云把它带起来，甩起来，甩起来，对，好，来我讲解一下，这个动作叫做乌云的摆荡，那它其实是运用，那它其实是运用比较多你的大腿后侧还有臀部 ，OK， 那还会训练到一点点你的心肺，来，那我在这示范最后三下。好，来再认真看啊，这动作比较难，因为其实做错会容易伤到我们下面。来，对，一、二、三 ，OK， 然后接着慢慢的往下，完美落地，好不好 ？OK， 那我们避免等下甩到人，所以都面对前面。因为说小孩教练，有人说小孩教练拿二十公斤的水壶。好，这样很轻松。接下来，哎，先不要，先不要急，先不要急。那个壶铃先帮我放到地板，对，然后把距离先取出来，拿黑色，对对，没有叫你拿红色，好、哦。哎，那个红色是八公斤，黑色的是六公斤。来，那个距离先取出来，这个大概尽量不要躺到旁边，没有你这样的时候，我们要练习。哎，好，这样应该可以。就是一个空间，对，谢谢教练。来，一定要放在你的前面，然后背先放我，学我动作，对，然后上面模仿我动作，这样子打直，先抓住壶铃，然后慢慢把它拖到身体的后面，好，可以，手伸直，要做好 ，OK， 对，对，然后力量运用，刚刚臀腿力量提供，把它甩起来，对，好，眼睛看地板，对，甩起来的时候看镜头。穿起来的时候看镜头，然后下去的时候看地板。对，来宾是乐天女孩的代言。好，下来身体前倾，很好。好，再一周不错。好，背部要稍微吃好了。好，默默的进步。对，好，终于在推的时候再站直一点。对，用力站直。好，这个动作如果你做对的话，应该训练的比较多的是你的后大腿。好，来最后三下，三，好，二，一 ，OK， 好，不错。你第一次来讲的话，这个动作做得还不错。你没想要，我每天都要被叫一起做的。三，就是你整个下半身加一点心肺都会去，因为这个动作是比较连续的，然后速度也比较快，所以你会短时间内会觉得比较喘，心率呢，就有点像我们跑步的感觉。刚刚默默已经喘到有点快说不出话来了。没有，教练练这个可以翘臀吗？哎，没错，这个观众问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这个动作其实它可以完整的训练到臀大肌的。但是可能为什么？想要训练翘臀的朋友们，我非常推荐你们练壶铃的。好笑，所以有事没事呢，来有没有壶铃 ？OK， 那如果没有壶铃的，你如果没有壶铃，你可以把你家的书包装满东西，在那边甩来甩去。OK， 那我们帮我把壶铃放到后面，还有换上可爱的粉红色的。对，粉红色的。好，这个先给我。好，这个放飞。来，因为呢，杠铃的这个动作，它稍微带到一点惯性。所以你下来的时候可以借到你大的力量，那你推上好，其实可以做得更好。所以，理论上来讲，我们刚刚做六组，现在应该可以再直接加个两公斤上，好不好？来，那我们预备姿势。哎，不好，我讲解一下甩到哪里。大家甩到你的肚子就可以了，甩到胸口太高，对，大概甩到跟你的肚脐和平行。没有，好，这样子。那下来的时候，因为你要让身体往前倾，所以视线要跟着往下。OK， 好，来，有没有？来，三、二、一，背直，来过，一、二，好，可以吸吐气，推上来，准备给你们，好，对。起来是吐气还是吸？吐气。好，一样，我们下去看地板，上来看镜头。好，不错。那也会用到腰的力量吗？其实腰部在这个动作来讲的话，
点哦。轻松，对啊。那个身体要前倾，眼睛看你们。往下去。好，很好，带你做的标准。来，接下来没算，好，来最后五个，来，好，五、四、好，三、二、这个教练也不行了。好，可以，来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来，摸摸哪边用着都一样。嘴巴吧。会不会觉得腰酸？应该还好。我也不会。太好了，所以呢，把练做，把练正做。他还给他打了屁股。有一种那个臀部优化的感觉，变成翘臀的感觉。那一旦今天这样子体验一下，比较高强度的训练方式，很好。等下这动作我们再一组，既然它可以那么再一组，那我们就再做最后一次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那教你们一个技巧，就是在上来的时候可以去配合呼吸，所以。通常我自己在训练，我会刻意的把这个作品要完整一点，要吸气，然后掌握。要发出声音。对对对。好，很像。教练，教练坚持吗？好，很坚持，教练坚持。对对对，要试一下。对对，你要像。输了又可以砍别人。对，你就像你这样吃拉面这样吃的感觉。来，你们手部放在这里。对对对，你们手部放这里，然后你们这样子。用力，真的好，那个观众们不信可以试试看。对，观众们如果不信可以试试看，真的，你这样试，试试试。教练，教练，好，这个非常重要。好，我看直播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马上来实际操作一次。OK， 实际操作。对啊，上来的时候开始，吸气，对。笑死我了！对，对，好，尽量有点像你吃拉面这样，好，对。不要去官方账号听声音吧，大家。好，把这个呼吸法运用极致，很好。好，加油，很好。要上来用力站直。对，很好，我要死了。好，来最后五下，对，被砸死。然后，对，好，来最后三个。好，来再两下。是。OK。
抽你们的指定动作的那种。Hello，Hello。8:50。还有8分不是吗？还有8分50秒，就要冲刺。拍一个指定动作，今天就是那个加速出奖。这光线的是吗？妹妹，送人头撞击越高。哎，哥，动作快！以后会有粉丝叫你这样拍一张，拍一张。百事出身，完蛋了！我下次就验收你们这个动作，然后就一群粉丝在那边一刚刚有点太往上，好，慢慢下来。
快点，吴总，来，我们做一组。等一下，单手好不好？单手的。那如果觉得太轻松，我们试着对脚往前放，脚往前放会更难一点点，对。你会发现你的身体要对抗这个阻力更不好，来啦。那我们在操作过程，肚子不要太上去，腰还是要维持好，来慢慢的往后，好，慢慢往后，好，来最后两个，他快没力了。好，不要耸肩，肩膀下来一点，对，来最后一下。要死，好，停住，三、二、一 ，OK， 休息一下，好，不错不错不错。来，我们换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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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换人啊，一对一，来一对一。等一下拍。
那我们等一下拍。对，等一下拍。等一下拍。那我们要结束都会拍。好。那下一位。今天下一位是谁？明天。今天。十四。二五。十五号。倒立是基本功，请拍的。祝你明天生日快乐！好的，明天生日快乐。不是，不是，你是想打教练吗？没有没有，我绝对没有想打教练。运动，怎样敢打？他没有留言。只要留言一下。好好，刚刚那个是安妮。安妮，你帮我留言一下，你想要我们三个人吗？安妮，等你哦，安妮。可以给他们那个，他们按，要重来一下，就是给他们看一下。等等，是倒数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帮我开一下。某某。榜单，按一下。对，给他们看。好。对镜头。好，那我们计时留恋哦。看。哦，接棒倒数两分钟，接棒，接棒，你听我讲嘛，接棒，对，榜一榜二，一分二十，一分二十秒左右，倒数，榜一榜二啊，榜一榜二就可以获得自己的棒盘和签名版，榜一可以指定，第一名可以指定同伴，手绘同伴，棒棒同伴，拿出起来。非常多。
今天你还是哭吗？对，我先清醒处理，清醒处理。来，镜头准备，准备好了吗？还要拍拍自己。好，要大家要截图是吧？对，来，好，粉丝福利截图。限定要观看到最后才看到，你没有待到最后看不到。哈哈，今天会很开心，七夕可以在这边跟大家一起运动，像情人节快乐，真的吗？对，谢谢玻璃。那当天七夕情人节在这边带我运动，非常的感动，特别带大家运动，跟哑铃互动。好吧，你会讲一下。三天，因为我们就是离开电脑到现在，从来没有就连续三天都在运动，然后就是非常的累，那也是蛮充实。因为就是昨天搭量体重，就有一些对有成果，有一些成果，就有很有成就感。然后接下来就还有一些时间，所以就这次就好好努力一下。对，谢谢，祝我未来成功，谢谢大家，今天成功，今天成功，拜拜，拜拜，下周见，对，下周四见。好，关了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那我先帮大家先拍，跟着教练。拜拜。好啊，好啊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大家拜拜，拜拜。